囊萤映雪。如囊萤如映雪，家虽贫学不辍。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，像晋朝的车胤没有灯就捉萤火虫来照明读书，又像晋朝的孙康没有灯就借着大雪的反光来读书。他们家境虽然贫寒，却从不停止学习。再读一遍。如囊萤如映雪，家虽贫学不辍。